方面的问题，大家都很关注哈。什么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这个。我。你看到啊？去当兵回来以后。走不走？你看到没有？当兵回来以后。멤버들이멤버로받아줄까요团员们还会接收我为团员吗？左手。나랑똑같은카드나왔어希望你抽到跟我一样的牌。这根本不是问题。你要不要换一个问题？我要不要换一个问题？아닙니다不用不用。这个很严重。这我天哪，老师好好翻哦。挺动的。你好像会发抖哎。好灵哦。你回来他们会欢迎你，你不回来你也可以赚很多钱。你真的要讲实话哦，老师。我是真的很认真在问的。大家都很认真，我是真的很认真在回答哦。左手挑第一张，第一直觉。X 웃는거나랑똑같은거哭的跟我一样的。这一张牌代表他很期待恋爱，但是不会有。没有人，没有人相信你想交女朋友。他们都以为你，他们都以为你很花心，或者是你有对象，或者是你根本不需要。是我努力就好了吗？不是。你可能要在看起来比较好，没有那么漂亮，行情不是那么好，比较可怜的时候才会有。没有要问。
나이가 차이가 있기 때문에. 我们今年到了吗？ 좀 진지하게 결혼을 생각을 하고 있습니다. 我现在好认真在想结婚的问题。 그런데. 但是. 이렇게 해외 공연을 많이 다니다 보니까. 因为我常常来海外表演嘛。 혹시 제가 외국인과 결혼을 해도. 如果我跟外国人结婚。 잘 살 수 있는지. 会很幸福吗? 혹시 외국인과 결혼할 수 있는지 궁금합니다. 我能够跟外国人结婚吗? 想谈异国恋情深混血宝宝。 但是立刻哥就很喜欢外国女生啊，外国女生，啊，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妙哎，这个感觉也好怪哦，这个不是逃跑的意思吗？好像在擦擦一样，这一张牌是好牌。 或者是跟你语言能够相通，这张牌的重点是疗伤止痛，所以它是一个能跟你讲心事的人，或者是非常了解你的人。为什么它这一张牌跟海外有关系？因为这是一艘船。 외국으로 팔려 나가는 거 아닙니까? 不是被卖到国外吗？ 자, 이 보내는 사람은 누구죠? 那把他卖出去的人是谁？ 이수만 선생님, 이수만 선생님. 이수만 선생님. 옆에 탄 조그만 애는 누구야? 那旁边坐的那个小小的小孩是谁？ 유시, 유시. 자, 김희철의 사랑은? 김희철의 爱情是? 멤버들이 돌아와서 새 앨범이 나오거든요. 因为团员们会回来，然后发新专辑。 잘 될지 안 될지 궁금합니다. 会成功吗？ 你们的琉璃颠沛结束。谢谢老师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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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
倒霉是我喽。